今天2024年6月13日台彩公告，6月18日又有新款刮刮乐上市，主旨松告密集型彩券第5036期发行上市相关事宜。一级型彩券刮刮乐主题刮刮金乐透，售价及包装每张新台币200元整，每本100张，发行数量总计612万张，发行日期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星期二。反刮刮金乐透是之前出货的样式，拿参考图贴上给大家看，中奖几率31.6%，200元一本100张中17.71张，500元一本100张中9.6张，1000元一本100张中3.88张，2000元一本100张中0.36张。这款就是要来凹一本4张的1000元，更好运一点有机会2000元的。六月份已经赔在超难中的倍数玩法，希望这款有机会逆转。六月份这三款难中坑人的，再2次2级我就要放弃测试了。接下来这新款再来刮给大家看，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